我们来挑战虚拟世界。我想要用妖精一次把从头打到尾。我是这样想啊，而且不看关卡资讯，这就屌了。这就屌了。我实在很懒得看剧情的人，真的。我知道有人喜欢看剧情的，可是我是蛮懒得看剧情的。然后直接碾过去了，不看光环之心会吗 ？OK 吧。我用这对特性啊，我觉得应该 OK。空转呢，林老师哎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克数，我故意的。善用手中卡牌，发挥最大效益。学起来，各位观众，学起来。克数，切，笑死你啊！大腿啦！为什么笑死你啊？大腿，我想不到形容词啊！哎，干，这个是坏掉了。看到没有？将会用了，不会星空盾吧？不会星空吧？啊！吓死我！皇冠可以放走，为什么？后脚一蹬，吼！他是吼，不动手就会被攻击，该怎么办？干掉他！不动手要被攻击，当然是干掉他啦。有这个关吗？最好笑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好笑的是这时候还炸板，有没有很北气？巨狼受到攻击，吓到跑走了。树林有怪声，一个放手打死，哦，那就打死啊，打死他，放掉才能打水啊，别打，打了会怎么样？不然打水会怎么样？打水会怎么样？不是啊，你们讲话讲完整啊，每次都讲一半的，别打。然后呢，原因是为什么？你要讲原因啊，观念要有啊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要告诉我你要做什么，你要有一个起承转合，要有个有头有尾，有左有右，有上有下，有没有？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啊。啊，不，但你这样讲我听不懂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啊，有两条线啊，那、啊、有人规定要打哪一条线吗？啊、我想要走 A 线不行哦，奇怪了，你要告诉我有什么特别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欸、你想选这条不代表我想选啊，这个观念要有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对啊，一个打死，一个不打死啊！那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
放他，你要给我个理由，不是你说啊不行啊，把他放走啊，放走啊啊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你要放他啊，你要放他才可以啊，啊为什么？没有，你就是要放他，那这怎么沟通啊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好用？好用的。对啊，你只告诉我一个说不可以干嘛啊？原因呢？没有，没有原因。我只是希望百姓按照我的剧情去走而已。干这个就没意义了。对啊，因为我想干掉他们。对，例如说你告诉我说，如果刚放掉他，你可以拿到一只那边灌养，我已经哀嚎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有龙科可以拿。啊，我不能再打一次，是不是？某些剧情会送东西哦。后面听说好，木山心里讲听说这个就打住了。我要有自己打过的人，两条线都打完才算破关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对啦，那就对啦。所以两个我都可以打嘛，对不对？听说的我没办法参考，先跟各位报告。如果是听说的那个我没办法，干你没有个依据啊。我弄完之后最后啊，对不起，我记错了，看吐血。两个剧情都可以玩，没有差，那就对了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柱子要干嘛？25%哟，关我不会给他操干。真的，这我们没再理他了。啊！既然这么强大，没在怕。喵！呜呼呼呼呼呼哈哈！呜呼呼呼呼呼呼哈哈！呜呼呼呼呼呼呼哈哈！跳吧！看到没有？这只好不好用？好用的。不叫不能回血啊，没关系，谢谢。OK 啦啊！轻松吧，这种妖精打很轻松，跟我预计的是一样的。这唐三藏也没这么稳。稳稳的，稳稳的。哦，右上角，这个是。哦，谢谢，这是谁告诉我的？刘瑞祥，对，一句话我就听得懂完全的东西，这样是不是最快？有没有什么叫做善用手动卡牌发挥最大效益？有没有？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困难的说法，就是像瑞祥那样说的。KO， 他刚以为他很强了呀。有个十一素材，我知道。最好是有从头打到尾的人再提供给我你的资讯，不要说听谁说打哪边什么比较好干嘛的，因为干那个真的差太多了。晚安晚安，要被 KO 才了。哎，不用再次挑战了。还有很快知道方法，直接看看不消会怎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哎，不好意思，一定要吐槽你一下。这方法真的不是很好哎，人家按一下就有答案了。是把女性的声音，但听不清楚，让我靠过去看看。你就说你想靠过去就好了，那边给小给屁啊你！你就告诉我你想靠过去就好了，讲一副好像要探什么东西的。你就打完了。
啊，因为你没有来这边按订阅按喜欢啊，因为我看到我们那个1200的观众告诉我的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他刚告诉我才知道的、啊。独立卡夹建议充啊，独立卡夹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好几个卡？对啊，你要告诉我你讲独立卡夹是哪一个？去打奥克不想打，通关全部。自己是谁？你怕会被鞭罪就不说啊，就不要说啊。对啊，干嘛？他们好像在试水温干嘛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是我听得懂吗？就是他过关是一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是要拿他来跟我比较，还是怎样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、啊，懂不懂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对啊，我知道你没讲了，但是我不晓得，是我问个问题好了，全部通关是很屌还是怎么样？是不是？你听得懂我在问的吗？就是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全部通关？所以说讲话是一门艺术哎，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哎。啊爹！前期心中打，后期哀叫。哦，其实是玩家反应后官方才出的。哦，了解。两秒转租哎 ，OK 了哈、哦。轻松啊，真的啦，这个轻松啊。这样知道倒数第二次怎么用哦？知道啊，学起来。嘿，哦，张先生，没关的，没关的，万一他们夹住他就糟了，我们究竟要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瞎了，真的好瞎。然后今天打好像没有看到提示，感谢各位1200的观众，主要就是交流啊。玩，用看故事去看破比较轻松，后期带内容。我是很懒得看剧情啊，说实在话，因为看剧情很久啊，我蛮花时间。对，不觉得我现在打很轻松吗？刚从实验室回来啊，是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魔族一直转头，受死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这些残暴的魔族，受死吧，受死吧，受死吧。你不觉得我用这队超级无脑的？你不觉得很简单？新卡 P 哦，先打完这个再说，讲太远了。对，就是我们现在先解决目前的部分，你听得懂是吧？大家有时候都问未来的事，真的未来的事我都不晓得，我都不晓得明天啊，你懂吗？
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该怎么说再见？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这次真的是蛮无脑的。我就是我做精密分析那个追加版，可以看一下，教你们怎么玩新的队伍。有破绽，受死吧！受死的是鸟啊，开玩笑，这么奇怪的，不是我在吹牛呢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战术啊，各位，今晚精华就是这一段啦、啊，就是这一段啦、啊。很多人都死在这一关嘛，我有听说过这个故事、啊，我有听说。痒痒的，痒痒的，痒痒的。开。OK 啦，感觉打九九八血，没在怕的，无敌。我如果破解它，看到没有？知道怎么玩了没有？学起来，这个招专门在破解它的，专门破解它的。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哦，哎哎哎哎，后面还有啊！后面还有啊！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哇，看这个卢亮，这不救，好像怪怪的。哎，一碰就死。了解了解 ，OK 的 OK 的 ，OK 的啦，不要碰就好，不要碰就好。完全不敢靠过去，你知道吗？阿迪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就叫做战术。看到没有？善用手中的卡牌，发挥最大效益啊，各位。那不就好怕怕呢啊？阿德，不是对手，不是对手。那什么炼狱之火完全没在理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连靠近他旁边我都懒得靠啊！我靠、啊！哎、欸，死掉了！欧拉欧拉欧拉 ，K 哦！补一下，是不是困了？哎、欸，陈叔的老妈，我刚以为那是最后一关呢、欸，原来发现女子长得很美，艳丽的五官带着锋芒，是不是？这样很刺，很刺，是不是？看受惊过度。他受惊过度了，是受太多惊吓的意思吗？受惊，双手回抱，身体瑟缩双肩，眼眸警戒的盯住召唤师。面对他的敬意，召唤师只能感到无奈。
我们 for you， 无奈 for you， 为了弄清翻什么，只能硬着头皮搭话。我们要硬着头皮喽，要搭话喽，要搭了没？准备好搭了没有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搭话了，请按一波起。准备好了没有？要搭喽！不用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干！他哎，点点点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配合我哎、欸。哎，等等啊！不要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一定要有那个笑声，然后略带跑步声。哈哈哈！你不要跑，我有事想请教你啊！哇哦！因为女子一言不发想逃跑，早晚是反射性抓住她的手腕。我懂了。不要走！然后就有没有上下起手？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畜生！哦，畜生！一把利器是不是？哦，有人射标过来，射标过来，哎，那就没了，射标就过来了。我以为还有嘞，